农民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期呢，我们是来到咱们这个葡萄种植园区。大家呢也可以看看这个葡萄园呢，管理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首先呢，就是谈到第一个问题，有些网友呢说，现在种植的这些葡萄啊，这个鸟叨的、这个鸟啄的这种现象呢，特别的多。有些网友呢，他说现在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说可以弄一些稻草人啊，或者说是挂上一些反光的碟子呀。其实这个效果我认为是不太理想。其实呢，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，其实像这样的方式，就是我手拽的这个防鸟网，这个呢其实还是我认为是不错的。市场上一般常见的这种网，它的颜色呢也是比较多的，比如说有绿色的，也有这个灰白色，还有这种像这样的蓝色的。最好的呢，是我建议呢选用这种蓝色的，因为像这个白色，就是说灰色呀，这个鸟一般它是分辨不清的。另外还有说是像这个绿色的这种网子呢，尤其是像这个鸟类呢，它对这个红绿色盲这块呢也是比较敏感啊，所以说建议呢这个蓝色相对呢比较好一些。好了，感觉视频不错呢，在下方给傅老师呢点一个赞。